如果说你是峡谷的王者，我是倔强的青铜。某一刻，你说开小号带我。如果说你是大山里的坑，争吵声让人想哭，让人想哭。我是追逐在你的身后，总在背包为时发出求救。我可以追在你身后，像幻灵保护着你。我可以等在泉水口，希望你可以带我走。每当我为你送了头，连眼泪都无处可流。反正我没什么怕的，才掉断不过情痛。说你是一流的大罪，我就只想保护你。那么我是想要逃上王者，你看我多么渺小的青铜，出场被卡特秒了，卡特秒了。也许你不会想来救我，那就让可以站在高地手，看小兵推他到门口。我可以扶住你的喉，敌人来撂下我就走。我绝望看着你闪走，我被困原地逃不走。你放的全都带走了，我抬头看见彩虹。朝身影非你莫属了，我始终站在校门口，高校联赛与你携手，原来你也在等候我，肩并肩一起战斗。英雄联盟呢，已经陪伴我六年了，在过去的大学四年里，它对我来讲不仅仅是一款游戏，更像是一种文化，一种符号，渐渐地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即将毕业的我，我想在未来毕业之后，我也不会跟英雄联盟说再见的。在这里和英雄联盟结缘，我收获了友情、激情还有爱情。高校联赛呢，有我共同的故事，还有我共同的回忆。唱完这首歌就要出国了，想起去年拿到英雄联盟高校联赛海选赛冠军的那一天，我确定这是我做过最引以为豪的事。同学们，让我们一起追逐高校联赛的脚步吧。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